向咱永雄来天尊再行礼三拜，一拜。三重果菜市场福德宫管委会虔诚上香，感谢神明护佑，让普渡功德圆满。今年中元普渡时，三重果菜市场福德宫率先使用一般民众忌讳的香蕉、梨子、凤梨来祭祀，除了要破除迷信外，也希望能为辛苦的农民发声。所有的果菜里面完全找不到说不能拜金蕉，不能拜往来，不能拜来啊，这实在是以讹传讹啦。啊，这我们做水果的我们要退替这个农民发一下声咧，因为几十年来大家拢一直误会误传，啊，咱今嘛就是讲用正信正念，用你的诚心来拜。为了关怀弱势，三重果菜市场福德宫特别把普渡贡品全数捐赠给新北市食物银行，包括香蕉、水梨、凤梨等新鲜水果960斤，外加10箱文旦、90箱泡面及800斤白米等，由社会局长张景帝代表接受。其实水果都是农民辛苦种植的，都是非常好的水果，心诚则灵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福德宫愿意赞助这么多的水果，这么多的白米，还有包含泡面等等。我想这些我们都会输送到我们新北市的所有的老人关怀据点，还有是儿少课后照顾辅导据点，让我们更多弱势的民众能够享用这些美食、蔬菜、水果。三重果菜市场的各行口商平时就热心公益，定期捐赠水果给习食分享网及农兵社区银发陪伴站等单位，这是在行善举，值得各界肯定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卢伦宏采访报道。